修为怎么可能在梅花桩上打败我？不可能！爹，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儿，事实都摆在眼前了。天底下的事，不是你说不可能就不可能，你说可能就可能的。你这人作恶多端，趁现在我就宰了你！我你石玉，你石玉，不许胡来！你们要干什么？你还想怎么样？ 外公，外公，师叔，我爹他怎么了？苗师弟用功太深，他把大部分真气都输给了李师弟，恐怕要武功尽失了。啊，外公，你怎么那么傻呀？原来他是想让我欠他个人情啊！哼！师弟，你这又是何苦啊？不必了，我就是你老子方世玉。 只要你们真心悔过，在我爹面前磕九九八十一个响头，我就原谅你们。放个屁！起来，磕！起来，给我磕！起来，磕！再磕！起来，磕！磕！磕！ 小心！兄弟，你们是吧？我不是故意的。你做兄弟的要死一起死。 Thank you.
尽管加油啊！！Thank you.
人家打我的头了，怎么样？有种起来再打呀！好，方世玉胜！好。
看看吧，师傅他恐怕要遭遇不测了。现在又杀了我老爷，我一定要将你碎尸万段。李小环，擂台比武，双方签下生死状，生死与他人无冤，你凭什么报仇啊？你这与我们家事业无关。老爷，方世玉，我一定要你血债血偿。打死你老公和你儿子，说什么都是废话，想要报仇来吧。你少废话，受死吧。
世玉，世玉，警官，快，抬世玉回去，快，世玉，慢点，慢点，世玉，小心。你们算什么东西？就算是至善，我都没把他放在眼里。至善，怎么交出来的都是你们这些不知死活的东西？不知死活的不是我们，是你这个老妖怪呀！你欺师灭祖，背叛师门，就是死一万次也死不足惜。混账东西！我现在就在这里，有本事你过来拿我的命！沈先生，和这种人还讲什么规矩？一起上！嗯，好。两个刚才不是口气很大吗？怎么样，你们是一个一个来还是一起来？我们两个一起送你下地狱。去了西关会分心的，世玉他们肯定行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嗯，对不对？
你们两个刚才不是很嚣张吗？来呀，来呀！你们要是不来，那我可要来了。西关，打他命门！好，真是可怜呐，先生呢是东洋话，意思就是先生。哦，好久不见，好先生。谁是胡慧贤？我就是胡慧贤。来得正好，省得我费力到处去找你。小子，今天死定了！我要为我的徒弟牛五马力报仇。要打就打，少说废话。你就是方世玉？哎呀，哪儿那么多屁话！一个大男人唧唧歪歪的。哎，有什么事你就说。我今天给你三个选择，第一。放了我爹他们，第二放了我爹和蔡公他们，第三放了蔡公和我爹他们，你自己选。如果不选呢？一字记之约，打！打！我杀上金国小女。总算活着见到你了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咱们这样不
是他们的对手、啊、不是对手的是你严老爷，现在我护着你，世宇他们应该没事的。哎呀，我们赶紧一起走吧。爹，这下我放心了，我发过誓要跟洪熙官同生死共命运，恕女儿不孝。小雪，快带老爷走啊。是，老爷走吧。女儿啊，走吧，快跟我走，快点，快点啊。方世玉，你也不过如此。大人，你，快走！快走！小心啊，少爷！
热身运动结束，你们几个谁先上？还是一起上啊？巴图，你死哪儿去了？巴图在。看你傻傻乎乎、呆呆笨笨，胸比阿花的还要大，你做男人太可惜了吧你？呀！方夫人，嗯，您怎么来了？啊，世玉有没有来过？没有啊，怎么，方少爷又不见了？哎呀，这个臭小子上哪儿去了？这儿，方少爷肯定是没来过，会不会是跑到万德福他们家去凑热闹去了？哦，是了是了，他一定是去万德福家，这下麻烦可大了。哎呀。知道你来看我打架，一定会休了你呀、啊！这我不管，谁想欺负我的世玉都不行！打死他！打！啊！摔跤！哎呦！娘，这大猩猩很厉害的。这不就是摔跤吗？蒙古人的玩意儿。他有上无下，专攻他下盘，知道吗？收到，继续。这，呀！
怎么？棍就够了。住口！死到临头还逞口舌之快，老子现在就杀了你，看看是你的嘴硬，还是我的刀硬。
你这种恶狗的打狗棍法，找死！呀！我赢了，我打赢了冯道德。